摇出来是干嘛呀？嗯，摇出来再装到那个里面去吗？把里面的那些杂质再筛掉，就是里面会有一些焦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颗粒，把颗粒小的留下，颗粒大的筛出去。那可以混着筛吗？不可以。那这个筛完一遍要。 就要洗了，这个网筛，洗什么？就是这个网筛要给它洗一下，对，冲一下，拿个气枪吹一下就行。你告诉他，现在我们用网筛把里面的脏东西筛掉。